理想中的吃早餐。海蒂，快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喽！爷爷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我在给你做早餐，很香哦。哇，爷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好棒。这个叫做乳酪，用火把它烤化掉，放在面包上，可好吃了。来，烤好了，快吃吧。爷爷真好吃。实际上的吃早餐。小矮弟儿，起床吧，伙计，都下午了，你再睡觉过去。爷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那么老个头了，怎么四六不懂呢？咱这木质结构的房子，你怎么能玩活呢？又找到利尿的偏方了，对吗？我不得做饭喂脑袋吗？要不你怎么长大个？跟弟弟蹦赛的，靠鞋跟熏上。我还用鞋跟熏吗？你这火苗蹭蹭往上窜，一次住一楼没毛病，我那二情人都聋了。别废话了，行吗？赛赶紧拿把色素住你那嘴巴，跟下得到反味赛的，我就饭都亲手了。哎呦，你那米索还真香，可以啊，老头，你一烤死。骂羊腰子上，刚挤完奶就跟宰了。歇会儿行吗，切桑？这叫烤乳酪。哦，烤乳酪。乳酪那化纤海绵的，一烤不没了吗？这玩意儿拿火烤完以后就化了，配着面包吃，那叫一个香。吃去吧。嘿，你爸活了，你都不带看见。哦，拿火烤完就化了。好嘛，爷爷，那半天你在这火化呢？男子好吃吗？实打实说，有点糊嘴。不愿吃，滚蛋。